无名在旁边看无名的老妈，这玩意怎么还活着？30分钟后，你以为的故事发展顺序是，看到一半你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开头演的 A 不是 A， 这段 E 才是接着开头的 A。 20分钟之后，原来开头的那段 B 不是 B， 这段 S 才是接着的 B。 故事到了结尾，如果你要买票，请千万不要犹豫，前排后排无所谓，就买最中间的位置，这样你就会在最对称的位置下欣赏到绝美构图之轴对称、二分对称、中心对称、球状辐射对称、隐函数对称、拉格朗日对称。虫儿容易被三体人带走，精密度如此高的对称，你小子是研究基础物理的吧？也可能是那一代人真的很喜欢这类谍战电影，就比如无论看什么都可以独自承包一大桶爆米花的老妈，最后小桶都剩了一半，结束的时候她久久不能平静。这就是电影吸引人的魅力。你看，最开始电影院里面还能传来吃爆米花的声音，可是到了后面，他们都停下了动作，所有人的情绪都被主人公的命运牵动着。孩子，你要成为创造这种好内容的人啊！哎妈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那个电影放到后面，那些爆米花都被吃没了？